狗仔偷拍大学生女星挥别炮真脸就回美貌张嘴等人为。29岁前威风女郎陈艾希身材火辣，因外形神似有小安心亚之称，先前是大学生的梅班底，因演妈网剧表现亮眼而名气大升。上月27日晚间，苹果在威风广场巧遇陈艾希，身旁有个亲密男伴，二人看起来关系匪浅。苹果记者在威风广场巧遇陈艾希，只见她略施淡妆，身穿橘色宽松长裙，低胸若隐若现，看上去稍微有些发福，不过走在路上仍是风情万种，身边有一名长相斯文的型男陪她逛超市，二人走在一起看起来相当般配，随后搭电梯上楼，迅速地走进影厅观赏电影《姐就是美》。约莫二小时后，小俩口步出影厅，斯文男进洗手间，陈艾希则边滑手机边等他，接着一同下楼过停车卡，搭手扶梯时，双方突然一阵浓情蜜意，陈艾希情不自禁右手勾住他，在男友耳边轻声交谈，甜蜜藏不住，接着又到超市逛生鱼片区，讨论了一阵子后转移阵地，斯文男拿起试吃品喂食他，接着并肩继续逛个没完。被问到身旁男伴，陈艾希语多保留，只说彼此还在观察期，并未把话说死。陈艾希三年前和《康熙来了》制作人第二交往后分手，她过去感情不太顺利，曾上节目说被初恋男友连劈腿三次，身材也是忽胖忽瘦，威风女郎时期火辣性感，但之后又暴肥11公斤，去年一度靠运动瘦下不少，不过这回巧遇似乎仍不太，她透过经纪人表示，自三年前带状疱疹发在脸上后，免疫力失调让他身材走样，目前他靠每周运动和生酮饮食以及看中医调养身体，距离理想体重还有5公斤，希望能重视健康。